行什么代志？有录到他来，对对对对，他刚刚说 hello， 他走了，一来就来了，是，我们是我们催生，对对对。有啊，现在这只是我现在在录影嘛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还可以看。我在上面，这是母鸟，在那边山顶上，山顶有开。这是母鸟，然后公鸟是在这里，这里有的在动，这边是公鸟。对，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两只两只，它比的是公鸟，对对对对对。因为我刚刚看到白天那种。公鸟飞啊！哦，这里是对啊，哇，公鸟哦，有声音，有声音。咖啡机跟母鸟在一起，它在交尾。哦，交配。对，交配。这么快？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，可以回家了。你看，我们一来它就交配了。对啊。你讲发生什么代志？这台有录到，有录到他来，对对对对对，他刚刚说 hello， 他走了，一来就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是催生，对对对。你们那个母亲节可以来，他那个雏鸟出生的时候会在这边山头这底下这边山头上飞，哦，对，雏鸟会很可爱，对。现在几只？很多只吗？现在一个在这边啊，嗯，对。那雏鸟就飞走了，就对。雏鸟大概五月，就是母亲节左右，母亲节那个礼拜在这边会在这边飞，然后就飞走了。大概还会再待一阵子吧。固定就是那一对一直会在这边，对对，这一对一直在这边。不要提到这里，你看这只白的，就在那里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。一般母鸟会比较大只一点，但是这边的公母它其实大小不会差太多，跟其他巢穴比，这边两只都很像，所以很难分。对，那可能还会再来，但是要再等一会。那前面大哥说两点到的时候刚好有一次，所以到所以你知道他们是现在是繁殖，对，像你是故意要来陪他们，对对对对，现在交配季节。四月初应该孵化了，大概就五月初的时候，但就是母亲节那礼拜，雏鸟大概就飞出来了。对。然后到五月底，雏鸟可能就飞到酋长那个象鼻岩那边去，很少回来。哦，对。还是会回来了，五月底还是会回来，但是就比较不好遇到、看到。所以母亲节，我大概前两年大概就母亲节那礼拜来最精彩。对啊。那幼鸟就自己再去找巢穴，这样。对对对对。那这边就是固定的那两只。对，固定这两只。他那边有写吗？他好像从哪一年到现在了？2015嘛，啊、哦，对。2018公布的嘛，2015开始到这里。现在他们有拍到他飞。好可爱哦、喔。可爱。他眼睛是黄色的，嘴巴也黄黄的。高追高追。这台是360，厉害。我有在录影啊，哈、哦。那可以请，那可以没戴口罩帮你们马赛克。还好啦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还好。有没有什么？因为我的对。你在看鸟而已。哎、啊，一时间录起来就对了。哎、欸，荧、啊、幕就是安尼调。怎么调这么假的？就是照着。阿西，这么好嘞呀？对啊，是啊，你看，白白是这样有无？嗯，看，都是一样。没有，这一只是这边的，这一只。对啊，就这只啊，这边那只啊，啊，你这个是那一只啊？对对对对。对啊。好聪明哦！快点啊！母鸟要蹲下来。它在录影，在动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前面就在收了，没太阳，所以就看不到，对不对？还有机会啊，还有机会。我
前几年大概快六点也拍过，但是就光线不好，他们就会撤了。对，阿哥谢谢你哦。不会，嗯，五月可以来，吴金姐可以来，谢谢。哦，今年提早收工了，我还是会来，会来。这一排是什么？那个360，360度的，对。这条路比较麻烦，是哦，去买 GoPro。GoPro 比较简，比较容易上手。对对对对。那今年有生蛋蛋吗？哎，刚才有交尾，你们没看到？没有，我们看到的时候，它已经东的已经飞过来这里了。老鹰吗？哎，那个叫什么？游隼。游隼。那边有三个，有解说版三个，不是老鹰种，不一样，看不懂。不一样。对，隼不就是老鹰那一种？不是不是。我记得去年有一只小的。去年一只在骗这一只。谢谢。不会不会不会。在叫了，在叫了。有两个反应，有两个蹲下。来了，来了，飞了。母鸟蹲下了。哇，公鸟没有来，公鸟没有来，公鸟飞去哪里了？母鸟也傻眼，公，公鸟飞出去的时候，结果母鸟忽然间也是跟我一样这边看，看不到公鸟，也是公鸟这边感受它，结果公鸟不见了，母鸟又粘回去了，哎，母鸟飞了，哎呀，母鸟脚上有食物，对，母鸟脚上有食物。好，对，母鸟。太暗，太暗，太暗。母鸟脚上有食物，母鸟要飞了。母鸟会飞，公鸟呢？啊，在拔毛。母鸟在拔毛。对，我现在不好看，你可以看这一台。母鸟在拔毛。啊，对，真的有看到哎。它在拔毛是拔小鸟，小鸟的毛。哎、欸，鸽子应该是鸽子吧，我没有看过。哦，他抓了野舞回来了。我这边三百多在录影，不介意吧？哦，好。母鸟等一下应该会拔完毛，应该会出来，然后再底下量一下鸽子，一下鸽子，它的食物应该是鸽子。对。现在这个是在录影，对，三台都在录影，对，还有一台，两台，一台，一台，一台。哦，一台。你看到吗？母鸟。他的猎物在拔猎物的毛，所以在哪里？你们会上镜头、哦？它跟老鹰是不一样、啊，因为那个太远，它这个大飞鼠才可以看得到，對對對啊，好可怕！那是他们的思路链，没办法说可怕。这是像老鹰、啊，它在游隼不一样。它、嗯、是一个人抓了鸽子，然后要跟我们一样啊，我们吃鸡也是要拔毛。它现在吃它的肉哎、欸，它拔完毛就在吃了，哎，吃它的肉哎、欸，它在吃嘛，对对对对对。有可能是鸽子，我刚才没有看清楚。对，它的毛比较偏向鸽子，对，因为它已经处理，已经处理过了。哇，今天饱餐一顿呢，今天可以吃很饱。这两只很厉害，它们食物一般是抓鸽子，对，台湾这边鸽子太多，对对对对。所以你们这个是要记录。他一整年的那个，差不多，就从这时候开始到那个孵蛋嘛，然后孵化，记录到他脚有准，大概到五月底吧，对，今天大概到五月底，每天，没有每天的，我家人才来，也太有班了，我家有班的，当你的，你看这个基隆的，没有没有，就自己拍好了，但基隆这边哈。都在下雨啊，难得有那种六日像今天这么好天。真的，今天天气超。今天就在一边了吗？没有下雨。对，今天很精彩，看到交配，然后看到那个它捕猎。这今天这一趟够收获。今天早上去另外地方，下午来这里。哦。我可以借拍它的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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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
拍这个器材的。对，就是要不要拍、那個、哦，你要拍里面的鸟。对啊，拍起来应该不会清楚吧？会，可能会反光，你自己找位置，一般会反光的、啊。这样可以啊，放大，可以哎，可以放大。这个叫吗？对，这叫声。哎呦，好大声啊！那是那个叫声。它在叫吗？不是，另外一只还在哈、哦。是啊。不是，它在叫啦。哦，这怎么大声哎？所以另外还有一只不好，忘记带望远镜来，不晓得在哪里。它很忙嘞，它吃的很认真，没时间叫。拜拜，拜拜。五月天来啊，母亲节。要飞了嘛，对嘛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来，还藏起来嘞，好厉害，要飞了要飞了，插嘴，大便，也不大，啊 ，sorry。哎呀，回去。啊，两只都在这啊，两只都在这，两只都在这，两只都在飞啊！不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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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追你哦，给我回去，不交尾，好，又回来了。哎、欸，一只在那里，然后一只飞出去。你是来看它的吗？是啊，你有带望远镜。那个，那只，我抬头了。哎、欸，因为它在飞过来的时候，它变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，你看。太暗了，现在没光线，飞了也没用。好。刚刚那个。又啊，对，又。刚刚那个吃，要去找那刚才那只鸽子了。想要拍这个位置比较，对啊。你有抓痒，是迷鸟，是迷鸟吃饱，现在公鸟还在吃啊。公鸟在插嘴，公鸟在插嘴了，公鸟在插嘴，左先预备，这只是公鸟没错。收工，收工，拜拜了，母鸟，爱死你了。OK， 哇，夕阳很漂亮，现在回家了。2023年的第一次酋长岩，交尾成功。360是不错。对啊，嗯，拜拜。哪里来？啊，我住八斗子而已啊。啊，八斗子。对，很近啊，很近。而且今天的游客都还蛮不错的，大方，对，像以前我会跟他讲说我在录影，有些就不来了，那我都把他删掉。那今天我一直跟他讲我在录影，然后他谁鸟你啊？他们就是要看，谁管你在录有没有在录影？
后有些就是说没关系，哎呀没关系啊，就以为是疫情关系，但是其实是因为我要他们帮他马赛克会变麻烦，戴口罩会比较好，没关系啊。OK， 回家，人不错，整个 feel 不错，漂亮的元旦，现在是元旦假期，元旦假期后一周了，漂亮的2023年开春第一炮，酋长岩有准，脚尾，回家，还没去缴钱。